妈说，得说我走，你就是要走，哎，你不走也不行。很舒服哈、哦、，OK， 你看看，OK， 前面没酒袋呀，开始要修啊，要油了。现在牛已经，先头部队已经渡河了，也快接近一半了。到后面还有一群跟着过来，最后看到乳牛是跟在后面。哎，好了，你看这边就比较深了，你看这边就比较深了。哦，你看来到这边就用油的啊，啊、哦，这边就比较深用油的。这边看到牛就是，在用油的了。哦，你看，现在已经，用油的，脚没办法到地，一小段而已，不过有感觉到，哦，他们现在上岸了。OK， 这条黄牛带头。那头是爱金牛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啊，后面这只，后面这只，不行，也不是那台，不是，不是那头是小的。那不是，那不是那个，有点像，但是不是我们讲的。是传说中那一台。哎，底下闯。你看他在，你看他在桥下给你看，他那里你看，蛮特别的。那小半下来了。你看那个小牛都是用油的啊，用狗牛爬式的哈、啊，狗爬式，狗爬式啊，这应该说牛爬式啊，牛爬式，哦，小牛用油的，哇，你看那只好小，好可爱啊，太可爱了，哦，你看这个大牛快要沉下去了。哦，用爬的。哇，那只小白。哎，给我视频。但我还可以到那个地方，主要游过去，第二个地方，从那边游过去。他这边没办法过去那个那个他牛毛棚那里，他牛棚是在河的那个最对面那边。现在还是不好，太远了，之后不能回家。惊掉了。对了，就是。那招待我还要个服务员，这个服务员太远了。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